谢你知影，感谢你体会阮心情。人生的路有时歹行，有你鼓励用心陪伴，阮只要有咱两人心连心到永远。大声唱这个我号码，做阮一生的伴，生生世世阮会将你听入心肝，用歌声表达阮真心，希望听你讲愿意结婚两字，用心对你讲出嘴。苦话无停，阿仙找阿德三来相助，阿德三暗算利用这个机会将李世信给堵掉，想袂到李世信早都预谋，等到用机会救母的意识要来陷害木星。佮叫阿娇在做法里暗来闹事，秀官走去通知阿德三的时阵已经袂赴啊，因为雷公电母走了上准准为木星啊卡落去啊，去了了，去了了，去了了啊！去了了，阿德三，你是安怎？你即摆在阿漂了吼，谁叫你要对付？阿母，多谢你，谁敢欺负我的查囡？我一定改变。阿娇，你害我犯下大错，我今日要收你。阿娇，先走，你要收就收收我。你，阿德三，你头拄仔是讲什么袂安卡，去了了，还佫有甚物犯下大错？你到底是你讲啥？哈、啊，阿德三，你真叫，伊毋是好人。哎呦，咱即摆到底是甚物情形啦？那个死老狗，又把我骗了！我这什么奥迪，根本就无多竞争嘛！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伊把所有财产全部吐出来给我。安怎？看到我遐个田，你有真满意无？铁皮，你妈安尼啦！我是甲你吓惊的，恁囝即摆还佫活的啦。啊，伊还佫活的哦，是真的啊假的？当然是真实的啊。客伯，我想要甲你和好，恢复客伯客囝的关系，你讲好无？这个贴心哦，唔知我伫安什么心啊？我不如先答应再讲。当然嘛好啊。去别啊吼，嘛真正后悔啦。当初时安尼对你吼，太过绝情啦。感谢谢嘞。当然嘛，真谢啦，木星。啊？你叫我？是啊。是安怎哟？无啦，客伯，你若是心内真正有我，应该叫我的本名才对啊。好啦，谢谢啦。啊，你即摆应该甲我讲，木星即摆人伫倒位吧？客伯，你听我讲。唔是我要甲你威胁，是当初是你会当考验我的人品，那咧即马我嘛会当考验你的诚意，你讲对无？哦，好啦，你的意思是爱我甲你跪，那呢？先生啦，那边啊知影唔对啊，较早对你安尼吼，实在是伤过绝情啦。啊，你爱原谅那边啊？啊，你即马会当甲木星的下落讲话听无？客伯，你紧起来，我不爱你跪啦。我的意思是讲，你若要知影恁囝的下落无问题，啊，不过你爱先把你所有财产全部拢交我，安尼会用的无？好啦，全部交你。真好，那恁安即马就来写合约。哦，好。
安尼，你会当甲木星即摆人伫倒位，讲互我知无？也袂啦，你该替我去洗护手管嫁互我，那安尼我才知影你有够性，甲我当作家己人。当我甲手管拜堂了后，我一定互你甲恁囝一家团圆，你讲好无？啊，不过你明知影秀官是爱木星的啊。嘿，我唔管啦。恁囝的餐厅哦，查某我拢总卖。你若做袂到，我嘛唔知要安怎办啊。可能恁囝的性命就伫你的手头。好啦，我会尽量哦去说服这个秀官嫁乎你啦。你等我的好消息。好，真好。安尼才是我的好客呗。对啊。我阁有一件代志需要你斗三工，帮我做一点仔面子。太奇怪，啊，今仔四个拢找无木星啊！木星还袂出啥物意外，不然咱哪会找无伊个啦？你免烦恼啦，我已经派真侪下骹手人出去斗追啊，一定真紧就有消息啦。栽培也是大善人，果然伊的客家也是大善人，祈福天顶落雨，替大家解决困境。唔通安尼讲，唔通安尼讲，这是应该做啦吼，应该做。你啊，大善人啦，大善人啦，是啥物事？为着客家的名声，嘛为着各位乡亲，这种代志哦，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啦。大善人哦，无话讲啦。对不对？知影。哎，真久无看。我真思念你呢。是啊，知影，足久无看呢。阿仙啊，大嫂啊，我嘛同款啦。你甲看，即位客囝细心，我无白饲哦。啊，知影。啊，敢真正是你的客囝去做祈福仪式的？当然嘛是伊啊。栽培，你明明就知影你讲白贼啊，谁做阁要徛你迄边啊？无成效呀。真正明明就是你叫木星代替你去祈福的哦，你别讲那是栽培要给伊的考验，所以伊唔才会去。不过到今麦，我都找无伊的人呢。你老实讲，你是不是偷偷失计，还失踪？木星失踪啊！我要赶紧去找伊。秀官，饭会当我白吃，啊，不过有话是唔通我白讲。你敢有证据？我就是证据。啊！阿弟帅，阿你有啥物证据？哎呀，你有啥证据啊？当初是，我去找阿神伯讲，要找一个人去祈福。我找人明明是你，啥变成木星师？是不是你去变木星师代替你去？无咯，阿弟帅，这是为村民做好代志，我是安怎要骗伊去啊？搁再讲，除非祈福有生命危险，我才要找人代替我去啊。阿唔阿弟帅，这祈福仪式是你办的。应该袂出人命才对吧？可恶！我若假使讲是害木星跳雷公卡，就等于承认我甲大家讲是我要甲害死。安怎？你无话通讲啊？是？这计划意思，敢若我、阿神伯、甲阿弟仔知影。拄只阿弟仔嘛讲过啊，是伊叫我去的，所以计划人绝对是我。你讲我才蛮不好，来只试看嘛。来咱继续来去讲，让大家知影讲哦，阮谢新是一个大善人。行，阿仙啊，这一下。干面条啊！我先应该在你家。
大哥，快来走！唔对啊，我即卖已经伫公妈厅，所以我就无算是孤魂野鬼。那呢，发家伊是要创啥？开起来问土地公，无先到底是伫倒位好啊？无先，真正是你，无找你足久的呢。姑娘，你认唔对人啊？你明明就是无先啊！你是安怎穿土地公的衫？我是拄仔咧学习的土地公。姑娘，我唔是你要找的人啊！哈？你明明就是无先啊！无先，你莫搁乱来啦！紧甲我转去，大家拢做烦恼你的呢。放肆！姑娘，请你自重，莫搁对我高高低，若无我对你无客气。敢讲伊真正毋是无先？唔对啊，我拄则明明就有感应着，不过现象出现伫遮，哪有遮尔拄好的代志？还是讲伊有啥物考中，才袂当甲我相认嘛？去！这土地公官哪唔听话？等我小发力无够，收！姑娘，请你自重，迈个对来。宝生，宝生，奇怪，你到底是宝生还是土地公啊？我要进来找秀官，问候清楚，我想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阿娇，我本来无想要用这步的，无想会死，拢是你害的，这嘛是你逼我。奇恶之会。听我号令，奇怪，阿德赛这只鬼鬼祟祟是咧创啥？敢卖阁想甚物招数要对付阿娇？嘿！阿娇。你是因为这一季的大名顶来死，大名顶就是你克星，我今麦阁依回起天，算讲你有通天的本领，这一季顶啊顶来去，你同款的魂飞魄散。原来阿娇是阿德赛害死，伊到底是甚物人？是人要污蔑我二十年？你是有甚物目的？阿母，你有看到秀官了？阿娇，你紧走，你袂得走，紧走，紧走！阿母，我阿母，清楚无先是去倒位啊？不用啦，我今日得洗了。你走开！我到美国找，到我到美国十五，我用十万来来。哪个是你啊？你是想要安怎？想要安怎？不要！杀！阿母！这次大名顶，把张阿娇的魂魄集结入炉里。大名顶，要你魂飞魄散。阿母，阿母，我的大阿母，不要！阿母，阿德赛，现在什么情形啊？阿娇，你是安怎？阿娇，阿德赛。本来表示倒位得是你，是安那你甲害死，连伊分别都歹放会煞。伊袂得罪我，你家己做啥物亏心事？你敢唔知影？你失败，你是来报仇的。我
无唔对，厝头姊妹，什么外户当选，什么鸟鼠啊命，什么保命符，拢是我设计，这一切拢是假的。木星嘛是我的徒弟，是我安排伊当去面张家。干那这个大名顶，大名顶是真的。阿娇，就是我用大名顶甲顶死的。你啥物代志阿娇？你对付我就好啊。秀官，阿母求你，你救阿娇好无？用到这个时阵啊，你还搁这个面顶袂通啊救伊？我要让你亲目睭看到，你面头前死去死来的人是啥物款的滋味？秀官，阿母拜托你。下。拢是天，千算万算，嘛唔值得天一回。阿娇，你干嘛呢？无代志就好，无代志就好。啊，秀官，阿你咧？我无代志啦。阿母，恁拄则是咧讲啥？是啥人要找你来报仇？迄个人甲我手顶外吹气风，佮有甚物关系？这个查囡，我饲伊二十年啊，真正是比我亲生的佫较友好过。我对伊遐尔冷淡，伊煞无顾家己的危险，去替我挽金线链，佮遐尔听我的话，替阿娇代价，拄则佮救阿娇。我真正欠伊足多。阿母，迄拢过去的代志啊，就算讲有啥物冤枉，迄嘛无重要。而且，我嘛已经受到教训啊。即嘛上该重要的是，不管安怎，我已经尽全力保护你甲阿娇。因为你拢是我的宝贝仔，阿母，秀官，你真正要答应嫁我？客袂甲我讲的时阵哦，我阁无啥相信嘞。无唔对，我是答应要嫁乎你，也毋过我白希望你会使遵守你的约束。甲阮讲，无说伊即马到底人伫倒位？迄当然无问题啊！谢心啦，客伯也是用真大的气力，说服秀官嫁予你呢。后摆若结婚了后你也好好对待人，知无？迄个阿德西，若是够予我拄着，我绝对对伊无客气。秀官，等你嫁予我了后，我一定好好对待你。我袂像迄个无生仔共款，予你甲鬼车公家红仔。阿娇，是阿娇的声音。来，客伯，我早就准备好啊。这鞋啊已经请法师做过款，咱只伫目睭皮顶悬画一个，就通开天眼看到阿娇啊。好，好。哎，啊，真正是阿娇呢。秀官，人讲查某人袂当嫁两个啊，你若是嫁嫁，敢对去无相？我，客伯，你讲话啊。哦，阿娇啊，若照你安尼讲，你唔着承认，你个秀官公家一个红仔，是不是安尼啊？当然唔是，木星是我的。嗯，木星若是你的，秀官是谢欣的，公道啊。我一定我就是唔准伊嫁予你啦。阿娇，你木星嘛要占，秀官嘛要管，安怎？你是唔甘秀官心？也是讲秀官较早的物件你拢要抢，今嘛你嘛要抢我做你的红仔心？我呸！你嘛水面，啥物人要抢你啊？我嘛不是唔甘受管啦，为滴啊水灾恁人凊彩啦！阿娇，阿娇，受管，卖猜伊啦，咱也是赶紧安排先生的代志较要紧，而且是愈紧愈好，客伯，你讲对无？
对，安尼这两天就办啦，我来办好。我也是放屁安高心呢，秀官叫李世新敢大度探来到木星的下路，为什么天雷卡落来迄个所在会出现一个甲木星生得遐共面的土地公呢？明仔大工这时间，请继续收看《戏说台湾》画虎动耍。中华土地公跟宜兰的土地婆看一面，这段性感联姻，毛民众感觉真奇。后来土地婆要等下后头厝，原本是两天一暝行程，今年只是讲要一天来回，啊，这又果是安怎丢的呢？过来等于回娘家的时阵，但是阮本来是讲要用两天的时间，结果阮甲清溪的时阵是讲要一天。阮去到宜兰回娘家的时阵，咧讲这代志的，但是因诸位讲到足不可思议的，讲哪有可能讲也是讲要一天尔，跋两天跋无，讲我跋八跋看卖，结果清溪落去真正都胜杯，所以在这民族上的时阵吼，感觉讲阮福安庙带这土地婆回来足够格。因为土地公对土地婆等于宜兰外家。土地婆惊讲庙里无神明坐镇，所以才只是一天来回。信众就笑讲，土地公真正娶到好某，佫真敖替地方设想呢。我爱你的心已经无分寸，脑海的风吹草动，予阮心游魂。我爱你的心，唔免你来问。无想无听，拢是无感情。谁人温存你无问，就偷摕着我的心。阮要予你的眼神，永远藏在心内。心内只有